开始。身体中的心理犹如尼罗河，谢飞龙。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在走我的心里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这相遇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存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束缚，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只为了那几个铜钱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战争爆发，你上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收不到你的信。我们总这样重复分离，却要重新开始，相互送别对方，说着来世再见，再次失意着相聚。在城市的某个拐角处，在夕阳西下时，在万家灯火的某一扇窗纱里，人们失意着相聚。抱抱抱抱抱抱！辣辣。